嗨，大家好，大家晚安。我们直播的正式时间是晚上7点半哈，那我们现在先预热哈，那个请这个网友上来哈，我们一起先看准备哈。当然，网友心目中可如果说有些疑问的话，可以先上来，好。先想把自己的问题先想好，那待会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提问。好，你就好了。嘿，有了。好，欢迎那个网友，上线哈。大家好，曾银河、高国泰、汤新杰，陈小玲、黄玉典、林福星、李水兰，你好。那今天的那个直播的主题是关灵探王者的问题与解答。如果说各位网友有任何疑问，等一下，我们7点半正式开始的时候可以提问，我们大家来做沟通，来做互动。网友方秀珍好，洪建成好，吕东龙好。网友陈友佳您好，晚上好。网友谢丽凤好，欢迎加入哦。网友小宝妹，欢迎加入。网友喜良镇，欢迎加入哦。好，那我们今天的观点主题列在这个直播的下面哈，叫做“观灵探王者的问题与解答”。你对关王者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提问。网友林小军好，李荣蛙好，网友豆豆好，网友林志诺是不是？老师好，大家好，你好，晚安。欢迎居鸿旺加入哦，欢迎张问忠加入。欢迎网友戴志展加入哦。我们待会7点半哈正式开始，那欢迎网友提问。如果说你对于关王者哈，或者探王者这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或者说有什么想知道的，或什么心中有疑惑的，欢迎一起提问哈。欢迎袁慧文加入，欢迎邱玉安加入哦。欢迎尤美玲加入哦。好，我们大概再过5分钟后，5分钟后我们就准时开始，那你对于这个关灵术、关多音有任何的疑问，尤其是探王者这一块，有什么问题的，你都可以提问，这个打在上面，老师能够及时看到，能够及时的回答你，那一起这个解答大家的一些困惑。欢迎王真祥、杨荣新，加入。欢迎莎莎，你好，晚安。
欢迎陈进发、胡德松啊加入哦。在开始之前，我还是有在线上的网友，还是跟你们说明一下哈。观灵术法是一个道家的术法，它是太上道祖所传下来的哈。就既有这个观灵术呢，可以让信众自己本身参加这个观灵术，借由这个旁边的法师这个念动这个咒语引发这个磁场共振，能够进入到灵界去。那这个全程的过程呢，你的脑袋是清醒的。或者说旁边跟你说什么，或是说其他的声音的声响，你其实都听得到。一旦你进入到灵界呢，你的这个眼，这个我们的全程眼睛是闭起来的。你会看到一些景象。当你有看到一些光线景象，或是说风景，或是感觉，好像有神明的样子，你就要怎么样？要举手。旁边的师兄师姐会协助各位，怎么样比较能够进入到灵界去？欢迎网友邱元好，尤德汉好，林福星好，进入到灵界之后呢，旁边师兄师姐会协助各位，这个改变咒语，然后协助这个念动这个词，那个咒语来协助各位比较能够进入到灵界去。进去之后呢，有些人会看，想看自己的元成功。有些是想看自己的花束虫，就是自己身体健康这方面。那今天比较切合今天的主题就是探亡者。有些往生亲人已经这个可能突然过世了那什么话也没有交代，希望借由这个探亡者观灵术去看他在灵界的一个状态，看他过得好不好啊，或者说需要阳世间的人需要帮他做些什么。那有些人会说他亡者已矣，为什么要去打扰他呢？那这个就我们自己去反思这个问题啊。如果说他这个突然的过世这个很多话都没有交代上，我们阳世间的人心中难免会有一些这个感伤，或者说一些遗憾。那如果说有些遗憾，借由这个观灵术跟他见上一面，那个遗憾感会降低很多。也许就不会再沉浸在这个悲伤的这个气氛当中。这样子的话，这个我们这个借由这个观灵术跟他阴阳会之后，我们也可以放下了。那在灵界的他们呢，也因此而放下，因为他们也心中也比较不会有挂碍，第一个他可以跟神明去修行，再就是说他可以再做，或者说有些人是会再次去轮回，这个其实是对不管是灵界还是阳世界的我们都是比较好的一个事情。所以说，我们也不要认为说要去打扰他，真的有会打扰到他，神明也不会让我们看，欢迎网友邱玉安、张公明，我们再过1分钟就正式开始，也可以请网友可以先提问，你有任何问题，尤其是探亡者的。看往生亲人，你不晓得有什么事情要注意的，或什么有什么禁忌，不晓得，我们今天直播来给为各位来做解答。信众，网友张志伟晚上好。林志诺好，网友谢丽金好，林福星好，好，那我们就应该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个直播正式开始如果说你对于这个观灵术到灵界去探往生亲人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来这边做提问老师直接在这边来回答你。但有在观亡者之前那我说，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要满百日，为什么要百日呢？因为这个往生之后会有头七、二七、三七，一直到七七49天，
哦，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它在等于说在临界的路径的一个过程当中了。好，那进入到临界之后呢，要到百日的时候，它在临界才会一切抵定下来，也就是户口正式的迁入。哦，当这个它正式在临界稳定下来，我们再借由关灵术去探望它会比较好。我举例来讲，就好比一个人正在搬家，哦，你三不五时的去打扰到他，烦到他，可能就没办法专心。哦，大概意思是这样子。哦，第一个要满百日啊，第二个要下对上。哦，下对上就是晚辈看长辈，哦，或是说平辈之间，哦，比如说夫妻或是兄弟姐妹这样子可以，哦，不要长辈就是比如说爸爸妈妈来管小孩，哦，这样就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哦，主要是特别注意这几点。啊，那探望者的时候，我们要备哪些资料？第一个，往生者的姓名，哦，第二个他的忌日，哦，因为亡者我们是看忌日啊，不看生日。还有往生地点，哦，还有说他往生的大概的年纪大概是几岁，哦，备齐这些资料之后呢，我们因为你来堂上，我们会填一些报名表，哦，这边资料填一填，我们到时候会拿去神尊前面先禀报。当然，如果说你有知道，比如说后天要来参加这个观灵术的话，哦，要参加观灵术的话，可以在家里的牌位先点香跟祖先来做禀报，哦。大概要注意的事项大概是这些啊，欢迎提问哈。啊，网友豆豆问哈，老师你好，我如果跟弟弟要关同一个王者可以吗？哦，当然是欢迎啦，因为其实关您会有几率上的问题，哦，他大概比如2到3成，比如说10个人来参加，可能只有2到3个会成功，哦，啊，如果来的人比较多，因为每个人的体质跟磁场不一样，哦，家里的人来多的话。这可以增加关入的机会啊！那我们也曾经发生过家人，比如说姐姐跟弟弟同时关入，哦，那在灵界也同时并行走了一段时间，这种案例也有，哦，就是当然是我们要如果说家人要来看同一个王者，我们看谁先关入，哦，要不然就是说同时关入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看他。好，网友林富山、王小玉、林志诺。戴玉芳，你好。哦，这个信众网友张志伟有提到说，看王者要注意什么啊？第一个就是，如果说你有高血压、心脏病，不建议参加哦，因为整个过程当中可能会累哦，可能或者说情绪比较激动啊，另有些症状啊，对身体会比较不好。哦，再就是女孩子的月事期间，我们尽量避免。哦，那再就是如果曾经入过产房的，也不建议。哦，那当然我们这个观点有一个这个主事有规定说，超过60岁也不建议了。哦，就像刚刚讲的，他要跋山涉水。哦，那因为有些人真的整个观灵虔诚回来说，哎，真的会累呢。哦，因为爬山有涉水。哦，甚至还会这个穿越很多隧道等等。哦，都需要耗费一些体力，哦，所以建议是超过60岁先不要哦。有一个网友说，爸爸已经71年走30年，还可以关吗？哈，时间久了，爸爸没什么印象啊。那哥哥是101年走了，可以关王者吗？没有交代哥哥正确日期，不知道怎么办。哦，其实我们大概刚刚有提到了，就是说准，因为我们填写报名表之后，第一个要填写你的资料，再就是你跟这个往生者的对应的关系，比如说他是你爸爸，哦，还有就是说他是你哥哥，哦，那有这些资料，这些对应的资料呢，神明可以去查这个对应关系，所以还是有办法把，如果说爸爸跟哥哥还没有去轮回的话，还是可以把他调请出来，来跟你会个面，哦，这个倒是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先这个。协助你能够关入啊，比较重要。只要能够关入吼，这个后续的话都会可以请神尊帮忙，或者是请旁边的这个灵界修持者来协助各位啊。那刚才提到说啊，如果说过世30年，其实还是有机会啦哦，因为有些人在待在灵界待了50、60年，甚至到一甲子都还看得到哦，所以先来观光看能不能关入哦，再请示神明说啊，他是否已经去轮回了。如果还没去，就可以请他过来跟你见面。
网友问到说有刺青可以关吗？哦，这个没有这个禁忌的。然后有些人说我身上刺了很多刺青，很多各式各样的图腾，是不是会对神明不敬？不会，哦，神明是慈悲的，会协助各位。好，那有些人说啊，有什么特例的生肖不能参加观礼，也没有这个问题。哦，像什么属牛、属羊的，哦，不能参加观礼，也没有这个问题啊。哦，好，网友林福星、谢清佑，欢迎加入哦。网友 David Love 啊，往生的宠物可以关吗？哦，因为现代人哦，因为很多人都没有生小孩，哦，那就把这个宠物呢当成自己的家人一样，哦，甚至这个整个，因为他整个陪伴的过程当中感情非常的融洽，哦，他突然如果说有些生病啦，或者说意外的骤逝啊，主人心里难免不舍，哦，那也是建议可以你现在观观看，哦，先观看看你能够关进去的话。然后假设有神明带领你，比如说观世音菩萨，或是说济公师父，或是太子爷，哦，能够带你去灵界的话，那顺便如果说他还没有去轮回的话，可以把他调出来与你相会，哦，再看看他在灵界过得怎么样，哦，或是说你可以帮他做些什么事情来协助他在灵界过得更好。不客气哦，哎。啊，网友问到哈，他说林福星说中阴身7七49天就会投胎是正确的吗？如果已经投生，那就会逛不到，会有影响吗？其实依照我们的经验呢，不会这么快就去轮回，哦，因为这个每个人的机缘跟那个机遇不太一样，哦，或是因这个整个因这个轮回的一个因果关系是不太相同的，但是以我们的真实的一些。带渡的机会说，他很少说在7七49天内就已经去轮回了，哦，有些是甚至过了10年、20年都还在，哦，所以这个建议自己来观观看看是不是第一个能够观入，再来就是说可以借由这个观灵术跟往生者来见面。有网友问说他在人在香港可以过来观吗？哦，因为当然目前现在是因为疫情期间了，哦，那个可能造成这个交通往返，或者甚至要做一些观察，比较麻烦。哦，等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呢，欢迎，因为我们之前有很多香港的团体来观礼，哦，曾经有30、40人，那当天观入的也很多，哦，那有些这个香港朋友他不会讲普通话，我们旁边的师兄师姐还可以这个去协助他这样子，哎，不客气哦，哎。啊，网友林福星不客气。网友陈小龙说，亡者过世日期若不知道还可以关吗？哈，其实刚前面有提到了哈，因为我们在填报名表的时候会有他的姓名，哦，啊，亡就是你这边就提到是过世日期就是忌日嘛，哦，因为亡者我们看忌日不看生日，还有往生前的地址。啊，还有跟你的对应关系，哦，其实那个在灵界调查资料是说多方的资料去把它这个连接起来，啊，请神尊把它调遣出来，啊，有网友问说这个关的费用多少？欢迎我们下面有官方的 LINE，还有我们的微信，你可以加入，我们会请那个师兄师姐直接贴相关的事项，还有这个相关原金给你看，好，欢迎哦，哈。欢迎 Lisa 一样哈，这个过了疫情的话，欢迎过来哦。因为之前有很多那个内地的朋友，好，还有香港地区，甚至澳门，哦，甚至还有从美国来唐山观礼的很多，哦，这个欢迎疫情过后，我们一起这个来参加这个观礼法会的活动。网友奈奈说，想问过世的宠物也是要百日才能看吗？建议啦，哦，因为其实任何的这个生命，这个往生之后呢，它在灵界的这个迁入呢，都是需要时间的，哦，当然我们现在是以人为标准嘛，哦，那建议还是说过个3个月后，也差不多百日之后了，我们再来观它，
这样子他在灵界也比较能够稳定下来，然后也能够，如果说他没还没去轮回，也可以来过来跟你见个面这样子。好，那网友还有什么其他的探王者的问题也都可以提问哦。因为观灵术哈，这个从千年流传下来已经很久了啊，这个印证时间已经相当的长久哦。那任何的很多的实际案例呢，在本堂都有做实际，不管是录音或是做文字记录哦，甚至出善书。哦，都有提供这方面的讯息，还有堂上的官网，哦，堂上官网有很多相关讯息，欢迎这个上无极.com 来看，我们堂上还有 YouTube 的影片，跟观灵术相关的包括探元成功、探花束虫、探王者，还有一些这个灵学相关的一些影片，我们都有准备。这边有一个网友问说：“朋友可以看吗？”当然，这个以前的这是说因为没有亲属关系，怕会冲煞到。那如果说像刚讲的那种是很好的感情的对象那只差一个结婚证书这个的关系，我们还是希望你来试试看，先观看看能不能关入。能够关入的话，我们会请神尊是不是慈悲来协助你来能够看到他这样子？那网友的话，如果说对观灵术相关的议题相当的有兴趣也可以在我们下面留言来留言，我们来可能准备下一次直播的一个议题他说网友是说。谢清又说：“以前没有顺利关灵，这次有机会关入吗？有什么准备建议的哈？第一个哈，我们能不能关入跟时间、跟地点还有人都有关系哦。举例来讲，你比如说你星期四来关灵，关不入啊。有些人礼拜天来关，他就关入了，就是时间不一样。在地点，你坐在前面这个位置关不入，你换个位置，改变方位就是改变磁场，换个方位坐下，有些人就是换个位置之后他就看到了，还有就是我们自己人本身也有关系，心要放空，放轻松，有些人说还没参加就紧张的要死，我说老师会不会关下去回不来？没有这个问题，只怕你关不入，不怕你回不来，再来就是说前一天，比如说跟这个家人吵架，或是跟男朋友吵架等等。心情乱哄哄的你这样坐下去，心也静不下来，也比较不容易关入。放空、放轻松、顺其自然，这几个要件就是比较能够关入。给你参考一下。那这个直播的下方有堂上的 LINE 的官方账号，我们会不定时的会提供那个。这个关联相关的讯息、照片还有影片，欢迎加入因为目前官方账号已经6000多人了，那我们这个堂上的粉丝也有7万多人，欢迎这个相关的讯息呢，我们也能够提供给各位来参考，网友谢清又不客气哦，好，你有任何问题？如果说你进来，对观灵术有任何疑惑，欢迎在这边打上文字，来提出你的问题，我们会协助就我们所知道的，或者说我们实际印证的，来协助各位。网友 Joanne 你好，网友张立刚你好。张振生，你好，林四郎，你好。网友幽冥令哈，他说：“请问老师，可不可以？听说不可以关晚辈，是真的吗？”这个因为这个古时候称的，就是晚辈过世就是不孝
哦，啊，如果说长辈还借由这个关联处来看他的话，就等于说会折煞晚辈的福分啊，等于说会影响他在灵界的一个状态。哦，但是我们有一个变通方法，由长辈自己来参加关入，哦，啊，在灵界我们直接当面请示神尊，他在晚辈在灵界的状态好不好？那也是让自己心情平复，让自己心情比较和缓下来的一个方式嘛。哦，毕竟我们已经直接请示神尊，好，他给我们一个圣事，我们会心里比较有底啊。哦，这也是一个方式。啊，网友陈佳琪问说，一次只能关一位啊？不一定哦，哎，像我们，比较有些会关路的，常来堂上参加关联的，啊，比如说他今天来看爷爷，下次来看奶奶，哦，啊，比如说在下一次他可能看家里其他的长辈，哦，甚至一次看个两三个也有，只要在堂上的时间范围内，哦，因为我们是1点半关到下午3点半，哦，只要你能够关入呢，在这个时间范围内，我们都能协助各位。好，那礼拜四的话是晚上6点半到晚上8点半。好，欢迎。如果说你对关灵术好奇、有兴趣，好，或者说对这个元成功运势哎有兴趣，也欢迎一起参加。好，那这个网友可能会心中哎，我要怎么参加这个关联数哦，第一个我们有 LINE 官方账号嘛，好，可以加我们的 LINE ID@ 无极点 com 啊，无极啊，然后微信 ID 是无极8888啊，5个8哦。你对于关联数想要参加、想要报名的，欢迎加入我们的 LINE 官方账号还有微信哦。那我们会协助各位啊相关的后续报名事宜啊。那再来就是说，有些说哦，八字轻、八字重有没有什么差别？就根据我们的经验，哦，包括什么铁齿不铁齿，哦，有些入地气越容易关注有可能，哦，哦，那八字重轻重，其实它没有绝对性，哦，就是像我刚刚讲的时间、地点、人都有关系啊。哦，哦，再来就是说，这个什么是探花虫？哦，这个人在灵界哈，哦，男生是树，哦，这个树呢就代表你身体健康的一个对应；女孩子是花，哦，这花的生长情形代表你身体健康的一个状况。哦，举例来讲，我以树来讲哈，哎，树的根部有点浮起，代表你可能有慢性病，哦，或是这个底下的碎石头很多，可能代表小人阻碍特别多，哦。那或者说这个树叶发黄的现象啊，代表你循环系统可能不太好哦，末梢神经可能有些问题哦。那有些人是希望说，哎，我去看医生哦，怎么看都看不好，我，哦，跑了好几家医院，哎，怎么看都不好，也可以借由这个探花树丛来看看自己，哦，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哦，或者说，哎，为什么经过这么多治疗，其实好像都不见成效，希望借由神尊来协助，来加持也可以。那有些人也会提问说啊，什么是探元成功？哦，这个人只要一降世到阳世间之后呢，在灵界会有一个区块，那个叫元成功的一个区块，哦，会有一间对应你的名字的房子，这个房子的格局大小代表我们先天的运程如何。好，哦，那这个元成功的话，这个里面的状况呢，就对应到说我们现在人世间的一个运势的状况。哦，举例来讲，这个你的运那个事业运很旺，哦，财运很好，那你的厨房一定是红红火火的啊，哦，财火很旺，然后那个灶炉非常的鼎盛，啊，哦，会有这个这样一个对应啊。哦，啊，网友林建明是问说，想代观自己和长辈可以吗？哦，代观自己和长辈当然可以啊。如果说你是像刚老师提到的，你要探花树丛元成功，这个可以。哦，那代观是不建议是帮你代看往生者，哦，因为亡者毕竟是还是我们的亲人，跟代观者本身也没什么关系，可能会造成代观者的冲煞或是有卡到啊，哦，那是不建议的哦。代亡者的部分还是建议自己来参加这个关联术来观啊。如果说你想看看长辈的身体健康状况，可以帮他探花树丛，或是想看看自己的事业、财运、感情、姻缘运等等。哦，这些可以来看他的元成功。
好，网友针对这个观光者有任何疑问，欢迎提问。好，欢迎张美雀加入，林淑娟加入，郭胜宏加入。网友 Davina Love 有问说什么是花树丛？那其实刚刚老师 有回答过了哈，就是人这个可以卷回去上去影片啊，花树丛就是人身体健康的一个对应。好，当你身体健康，怎么看医生都看不好，或是说有些感觉有些异状，或者说这个精神方面可能去看这个精神科，好像成效也不太好，希望就有探花树丛，看是有被下符，或者有被什么灵界的干扰，可以借由这个探花树丛来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不客气哦，嘿。网友幽冥令哈。他说："请问老师，调元神功后多久可以反映在现实世界？可以持续多久？"这个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啦，就好比我们的同样一个病症，感冒好了，有些人呢可能去看个医生，3天感觉就慢慢恢复了；有些人呢去看了医生之后，可能1个月之后才会好。这跟自己的先天的体质、免疫能力都有关系。那灵界的调整也是一样啊。如果说我们先天的善事做的福德够多啊，或者说我们后天的努力做的善事也很多啊，那事实上我们在做这个调元神功的效果可能就很明显。那如果说是你平常不做善事，常常在做一些整人的事情，或是这个一些不好的事情，那相对来讲调整的效果就会比较缓慢。给您参考一下。当然可以啊。像这个元成功，这个网友问说："元成功可以看学业吗？"这个元成功对应事业跟学业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厨房。像就学阶段就是看，就是看功名嘛。那就是如果说你的元成功的厨房灶炉火很旺的话，代表我们学业方面很旺。如果说出社会的话，就是代表事业运很旺。这方面是也可以看的啊，比如说有一些杂质就代表你学习上的一些阻碍，我们可以请灵界的公公公婆帮你整理啊，把那些杂质把它清掉，清掉之后呢，我们运势就会，或是就学的路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阻碍，给您参考一下网友方秀珍一棒珠你好，网友问 Divina Love 他说："观王者啦，探花树丛、观元成功，这三个一次只能选一个吗？"其实如果说时间够的话，你要这三个都观都可以我只要在我们那个时间范围内像有些人我说："我今天本意是想探王者，可是你后面还有一些时间，你想看看你的花树丛，看你的健康，或者看元成功，看你的姻缘啊，或者看你的事业也可以。"只要在我们的时间范围内，我们都可以协助各位。这样子不知道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不客气哦。如果说你对这个观灵术相关的议题非常有兴趣，欢迎留言。在下方，我们可以在下次直播的时候呢，帮你这个议题把它准备进来。这边信中冯建宇问到说，什么情况下比较容易关路？之前参加远程观元城，但无法顺利入关刚刚有回答，跟时间、地点、人都有关系那无法顺利入关的话，比如说你今天关不入，可能你换一天礼拜四关不入，你可能礼拜六、礼拜天来关关看，也许就关入。曾经有最高纪录关个十几次，最后在第18次终于关入这种也有那又第一次来参加，第一场他就关入，这种也有可有快有慢，有些是比较勤奋的那或者说心中有疑惑，想急于获得解答，所以他很规律的每个礼拜都来参加这也可以欢迎 Mabel 玲珑镇蔡林路加入
陈义文，好，欢迎哦，欢迎各位网友留言，好，你有什么疑问，或是对关元城有任何的想要知道的地方，欢迎提问哈。当然，这个在关宁树有很多实际的案例啊，包括在我们的 YouTube 上，啊，包括探王者有些个球器溺毙事件，这个影片也很有名，那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找到遗失的坟墓，这个都是堂上经典案例，还有相关的探花树丛、元成功，在我们 YouTube 上都有很多的实际案例，各位也可以上去看一下。那在 YouTube 频道你就搜寻写。打无极慈善堂，你就会找到。那当然，这个堂上的粉丝也有两个，一个就是目前各位现在看的这个无极慈善堂。那我们还有一个灵学研习会，也是这个粉丝数大概有6、7万人，两个加起来大概15万人。这边有网友提问说，代观者会不会也观不到？不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代观者本身就是通灵体质，就是说只要有你的姓名、住址，还有你的生辰，他就能够代观你的一个相关对应的讯息，网友提问说，可以看到财库，看到本命生肖，只要你能够借由这个观音术关注之后呢，进入到元成宫之内，在人的客厅里面有一个某一个区块，可能是神桌下面或是旁边，会有一个叫财库，就代表一生的财富。一生的财富的话，这个可以借由这个观音术来看到。本命生肖，如果说你是属龙、属狗，也可以在这个元神宫里面看到你的一个本命生肖。那刚刚有网友听，因为跑得太快，有网友问说，那意外过世是不是可以看？可以啊，因为有些意外过世可能因为车祸。或因为一些特殊的意外，因此而丧生。那家里人当然是这个心情难免比较悲伤嘛。那曾经有这个信众来关注，也看到这个意外过世的亲人在灵界的一个状态。当然如果说意外过世的话，状态通常会比较差了。堂上也有一些方式来协助他。比如画一些往生能量钱，让他在灵体来做一个修补。让他在灵界状态变得更好，这也是一个方式。或是有些人是信奉佛教，我要念经回向给他也行，都可以。网友李志忠、陈小轩、林志诺、李西海、叶佐光，欢迎加入哦。因为那个有时候跳得比较快啊，因为我可能就单次就回答一个人的问题，那可能我回答完那个刚刚那个问题已经不见了。如果说我没有回答到你，欢迎再贴回来，把你的问题再贴回来，我尽量来解答你们的疑惑。那可能下次我们的主题应该就是规划出这个关元成功，还有观花树丛，我们可以这两个同时并行。如果说网友对这方面很有兴趣，想要知道，或者说觉得最近相当不顺，事业推展不利，人际关系这个失调，这个夫妻感情不和睦，希望借由这个关元成功、关灵术来协助各位，也可以。那如果说你想后续想跟堂上做联系的话，在下面有我们 LINE 官方账号 @ 无极，还有微信 ID 无极8888，5个8他说有朋友家人离世啊，想知道他现在情况应该怎么办？那当然这个第一个你先。请对那个朋友家人来观看看嘛，
第一个血亲比较重要哈，就是血亲来参加，啊，真的没办法关入，那你如果说你愿意看的话，你可以自己坐下来观观看，哦，那如果说不方便，怕冲煞的问题，直接请示神明，看他在灵界过得好不好。啊，这边有网友提问说，关元成花树丛跟元成功是不是这个请代关比较好？这就是看经验的问题了，因为有些就像你讲的，你关注你可能看到有些缺点的景象，你也不了解，那到底对你是什么问题？我举例来讲，有人像看到自己元成功，哎，发现自己的元成功里面的水缸，哇，很像活水这样一直冒泡出来，他觉得哎，好像进财的感觉。事实上呢，他是怎么样？他是漏财，因为底下破了一个洞。啊，会有气泡冒上来，哦，他当时就可能以为他会有进财，其实他是漏财，哦，这个就是这个对于真实状况对应不了解的地方。啊，网友陈碧生说，如果一般关多音可否看朋友呢？有机会我会报名试试哈。就刚其实有提到了，因为如果说是交情很深的朋友，那突然骤然过世，哦。借由这个观音寺来这个跟他阴阳会也无可厚非，哦，再怎么情况，如果说他不方便出来，我们也可以继续到灵界请神明查探他的状况嘛，哦，直接由神明来告诉你状况，我相信大家的心也比较安定嘛，哦，好，网友伊瑞卡黄说有没有漏财太重要，如果你有漏财问题，欢迎来参加，哦，来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漏财。啊，或者说是不是有哪里出问题，或是有被挡财的，都可以啊。好，那好像已经时间有点超过了嘛，哈。好，那个欢迎这个感谢大家今天的直播哈，因为我们今天是首播，但是也网友参与还蛮热络的，啊，希望下次我们。啊，直播预告的时候，欢迎网友也一起热情的参与。好，有任何的问题，好，想知道的内容，也欢迎在这个影片下方告诉我们。好，你们想知道哪些内容，我们会尽量协助各位。啊，网友又提问说，一次是否可以看两个？好，当然可以啊。好，如果说你有想要看这个爷爷，想要看奶奶，好，甚至还想看元成功、花树丛，在时间范围内都可以。好，那如果没有什么问题，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谢谢大家哈，大家晚安，好，谢谢大家，好，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